林组今天有我，有王鸥姐姐，有张柏芝姐姐，还有我们最爱的上一季的学姐蓝盈盈，还有王菲菲。我想问菲菲、盈盈，你们这次来觉得自己是什么担当？什么担当？她是最强ACE 担当。我最强补丁担当。我也很开心能够跟盈盈一起加入陈琳姐姐的这个组合，虽然短短的只有几天的训练时间，但是仿佛又回到了去年的那个夏天。啊！哎呀，他快哭了，又要哭啊！王菲菲，王菲菲，你要哭了是不是？你老实讲，不是。突然说到去年的那个夏天这五个字，就是那时的画面又浮现回来，击中了，击中，梦回夏天。还叫王菲菲，细雨纷飞的飞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陈琳姐的专业，喜欢王鸥姐的专注。喜欢柏芝姐的勇敢，喜欢珊珊姐的努力，喜欢港姐的认真，那你就希望大家给他们投一票，谢谢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